你来介绍穿搭咯。我身上这件衣服呢，它的颜色都非常的粉嫩色系，它有绿色、蓝色还有粉红色的。我现在身上这件呢是粉绿色的，那它这边的这个刺绣呢是有点小立体的，我觉得它这个非常的可爱，就是它做那种夏天冰淇淋的那种概念。然后它这件也都是宽松版型，袖子也是已经超过五分袖咯，而且我觉得条纹也非常适合夏天，看起来非常的清爽。那我这边呢再搭配一个竹编帽，它这个竹编帽旁边都是做这种波浪的形状，它还有搭配一个这个绑带，觉得非常的好看。